我重生在被拐的这天，街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上一世我的双胞胎妹妹在我们即将被拐时，把我推向人贩子独自逃命，在爸妈找来时故意往反方向指路，让我被拐卖至深山十年，受尽凌辱。重来一世，我看着不远处虎视眈眈的人贩子，缓缓笑了出来。我的好妹妹，这辈子轮到你了。姐姐，我想吃冰淇淋，我们一起去买吧。睁开眼，面前是上辈子害我惨死的妹妹，天真无辜的小脸。她此时正笑盈盈的看着我，央求着让我陪她去买冰淇淋。见我没有反应，她又撒娇似的摇了摇我的手。我的双胞胎妹妹徐月月从小就不喜欢我，从小我便因为先天体弱受到爸妈更多的关注，但我没想到这会让年幼的徐月月心生嫉恨，做出一件件伤害我的事。徐月月会私底下欺负我，恶狠狠警告我，会把一切过错推在我身上。幼儿园组织学游泳，她会趁老师不注意把我推下泳池，看着我在水中挣扎无动于衷，高烧不退时，她会特意半夜开窗，只为加重我的病情。最后更是在今天，我们遇上人贩子之时，毫不犹豫把我当作垫脚石逃跑，在爸妈带着警察找上来时，故意指了与之相反的方向，让我错过了最佳被救时间，让我被困深山受辱十年。后来我被爸妈找回，他表面假惺惺关心我，承诺会照顾我，转头却组织别人孤立我，在学校散布谣言，让爸妈一次次对我失望透顶，任由我死在他找来的混混手里。见我半天没说话，徐月的小脸上多了几分不耐烦。姐姐，我就要吃冰淇淋，你快陪我去买嘛，反正保姆阿姨还在买东西。上辈子他也是这般撒泼拉着我去买冰淇淋，却在路上经过一个人迹稀少的花园时，遇上了早已埋伏好的人贩子。人贩子扮作游乐园的工作人员，在听说我们要买冰淇淋后，好心提出请我们吃。徐月月不愿意错过这个便宜，带着我跟了上去。等我们反应过来不对劲时，已经快被人贩子一手抓住一个往车边拖了。我拼命反抗，狠狠咬伤了那人。在他痛哭之际，我抓住徐月月的手逃命，谁知徐月月却一把推倒我，趁着人贩子抓我的空当逃得不见踪影。最后人贩子碍于游乐园人多眼杂，便只抱着我跑了。多年后回到家，我才知道爸妈是找过我的，只不过却被徐月月引去了相反的路。眼看徐月月就要翻脸，我适时开口哄她，那我们走吧，趁着保姆阿姨还没回来。这还差不多，徐月月冷哼一声，大踏步往前走，丝毫不管在身后追得气喘吁吁的我。很快我们走到了和前世一样的小路上，只不过这次我并不打算再经历一遍前世的噩梦了。我忽然捂着肚子蹲了下来，痛呼道，月月，我肚子好痛。徐月月站在不远处，好看的小脸上满是不悦，什么吗，你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烦死人了。说着他冷笑一声继续朝前走去。我才不理你，臭病秧子，这下两个冰淇淋都是我的了。我的身体不好，家里人小心照顾我，只有徐月月不以为意，总觉得我是在做秀博同情，此刻更是让他厌烦至极，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我静静地站在原地，隐隐看到了藏在稀少人群中人贩子的身影，确定他靠近徐月月后，我才转身离开。我的好妹妹，这次没有了我，你要怎么逃跑呢？毕竟你现在还只是一个遇事只会撒泼打滚的熊孩子呢。保姆张妈找来的时候，我正被游乐园的工作人员牵着手从医务室带出来。慧然，你妹妹去哪儿了？我找不到她人了。张妈的脸上满是焦急，大冬天的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办啊，我到处都找遍了。我虚弱的摇摇头说道，妹妹说要去买冰淇淋，我肚子疼就没去。完了，这下全完了，不会真被拐走了吧？张妈心一慌，瘫软在地，肥厚的嘴唇不断颤抖着，更是在我爸妈匆匆赶来时哭喊着冲上前抱着他们的腿求饶。先生，是月月自己乱跑，我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警察说可能是被人贩子抱走了，这不是我的原因啊，求求你们别开除我。我被妈妈抱在怀里，冷眼看着痛哭求饶的保姆，她是我爸爸的远房亲戚，在我家发达后便三番四次舔着脸上门求职，最后还是我妈心软看不下去，便让她来照顾我和徐月月。但张妈在照顾我们的几年里，不知道从家里顺走多少东西，更是一位骄纵嘴甜的徐月月。在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她与徐月月二人联合忽视我，针对我，可以说徐月月会变成如今目空一切自私自利的性子，有她一半的功劳。我爸在听说是张妈拿着带我们游玩的钱去给她孙子买玩具才忽视我们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一脚踢开了她。从现在开始你被解雇了，给我滚远点。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发这么大的火，有些惊讶，却被我妈误以为是被今天的事吓到了，赶紧抱住我安慰，然然别怕，妈妈先带你回家，妹妹会找回来的。我顺从地点点头，跟着她回了家，身体因为受不住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后半夜我意识逐渐模糊，身体在逐渐发热，因为我发烧，我妈不得不奋出精力来照顾我，我爸则是全力搜寻徐月月的踪迹。但是很可惜，他们注定会失望而归。在这个网络不算发达、人情冷淡的社会，找一个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我是被我妈的啜泣声吵醒的，我爸一脸憔悴地抱着她安慰。警察说有消息会通知我们的，我们还有慧然，我们要振作起来。我妈闻言哭得更厉害了。我爸说的委婉，但其实他们都清楚，徐月月找不回来了。之后几个月，爸妈仍旧不放弃希望，继续寻找，但仍旧一无所获。慢慢的，工作、生活，还有我的身体，让他们的精力被分散。一年过去，他们已经没有曾经寻找徐月的热切着急了。他们慢慢接受了他回不来的事实，把更多的关心放在了我身上。我妈不再信任保姆，辞了工作，在家专心照顾我。我爸的公司在这时迎来飞升，爸妈带着我举家搬往京市。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这一世的我，在爸妈的爱护下，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我学习和尝试了前世不敢触碰的东西，一点点充实着自己。同时，爸妈对徐月月的回归不抱希望，把我当成了公司唯一的继承人培养。徐月月被找回的时间比我预想中的早一点，不，准确的来说，是她自己找上门的。客厅里，一个跟我长相有八分相似但身形瘦小的女生正被我妈抱在怀里失声痛哭。爸爸妈妈，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妈抱着徐月月左右查看，泪水连连，眼里是止不住的心疼。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爸一脸怒容，我倒要看看是谁拐卖了我的女儿，我徐家绝不会放过。被我妈揽在怀里的徐月月闻言身形一僵，
抽泣着说，拐我的人不知道是谁，但买我的那家人两个月前家里突发大火，我拼了命逃了出来，但他们都死在了火里，我无家可归，去镇上打工，在电视里看到了爸爸的脸，这才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找了回来。爸妈听到徐日月的话，眼里的心疼更多了几分，怕刺激到他，不再追问。这时爸妈看到了楼梯口的我，笑着跟我说，慧然，你妹妹终于找回来了，你高兴吗？我缓缓笑了出来，走过去伸手抱了抱徐月月道，高兴，我当然高兴了，他要是不回来，我准备了这么多年的好戏要怎么开场呢？晚饭时爸妈吩咐保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太久没有见过好东西的徐月月看得眼睛都直了，不断吞咽着口水，甚至在爸妈还未落座时便开始大快朵颐，他粗鲁的吃相让一旁工作多年的保姆都直皱眉，但碍于徐月月的身份，他只是默默地在一侧收拾。爸妈下来后看到餐桌上的这一幕，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起来，但心里藏着对徐月月的愧疚和怜爱，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徐月月后知后觉意识到了不对，他擦了擦满是油渍的嘴唇，可怜兮兮道，爸妈，对不起，在宋家的时候他们总欺负我，我总是挨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一时心急。我妈心疼的上前，没事没事，月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家里现在有条件好了，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凡事都有爸妈给你撑腰呢。徐月月眼中闪了闪，扬起无辜的脸问道，咱们家条件好了有多好啊？说起公司，我爸脸上的骄傲溢于言表，平时那么多有名的豪门，咱们家不能说多有地位，但他们多少总得给我们家一个薄面的，日后啊，家里这些产业都由你们两姐妹继承。徐月月一听，脸上的笑容再也抑制不住，视线扫过我的身上，又低头看了眼自己，低下头的瞬间，眼里的嫉恨一闪而过。徐家找回了失踪多年的千金，很快便对外官宣，这下众人都知道了徐家还有个二小姐。在这段时间里，徐月月的吃穿用度仿佛坐火箭般飞升，吃的要请五星级大厨用最新鲜的昂贵食材制作，穿的要高级设计师专门定制，一件高达百万，还只是最基本的便服，其奢侈程度有时候令我都啧舌。我们家虽然有钱，但都是爸妈这十几年打拼出来的，从骨子里来说他们还是节俭的，并不提倡徐月月这么奢靡的做法，但碍于他刚回到家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私下嘱咐我让我多劝劝，我照做了。徐月月听后却不屑一顾，爸妈赚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给我花的吗？再说了，作为以后的继承人，我花钱难道不应该吗？我不再多说，转身继续挑选明天酒局要穿的衣服。明天有一个圈内富二代们组的局，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这些小辈提供锻炼和结交人脉的酒局。徐月月听说后几次三番说服我想要去，但这个酒会是实名制的，且要有邀请函才能进去。姐，你就带我一起去吧，爸爸不是叫你多带我出去走动走动吗？好不好？求求你了。姐姐，她继续央求着，我佯装苦恼无奈的答应了。那好吧，不过你记得好好打扮一下，别给家里丢脸。见我答应，徐月月高兴不已，兴致勃勃的选礼服去了。次日，会所内的众位富二代们看着打扮的犹如花孔雀般的徐慧然，议论纷纷，这就是徐家找回来的那个双胞胎妹妹，她怎么穿成这样？徐家是什么暴发户吗？什么金的银的都往身上带，也太土了吧，今天就是个普通的游戏局而已啊。周遭的议论声让徐月月涨红了脸，提着大裙摆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接受众人的打量，有人笑出了声，好丑啊，还有她脸上这是什么呀？纵观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比徐月月穿的还要富贵夸张，原本只是个无聊的酒会，现在因为她的到来多了几分热闹。我眯了眯眼，想起了上辈子的自己，可是比这还要惨，被徐月月哄骗着穿上了比基尼来到这个酒会，遭受了无数的白眼与嘲笑，更是被她的姐妹团带头戏弄到差点走光。慧然，她就是你的双胞胎妹妹啊，怎么感觉和你一点也不像？她看着好俗气啊，她不会以为贵的就是穿金戴银吧？其中一个和我玩的比较好的富家千金来到我身边，悄声跟我吐槽，我笑了笑没说话，转头和他们去玩游戏了。半个小时后，一声尖叫传来，紧接着便是徐月月尖锐的叫骂声，你是不是吓？我的裙子都被你弄湿了。抬眼看去，徐月月正指着一个身穿白裙脸上有半块红斑的女生破口大骂，那女生好似是不小心把酒倒在了徐月月的裙摆上。在她道歉后，徐月月仍旧不依不饶，哪里来的丑八怪，顶着这张脸出门也不怕吓死人。徐月月上下打量着女生，语气更加鄙夷，穿的什么垃圾货，弄坏了我的裙子，以为一句道歉就能解决，你今天要是不跪下给我磕头，看我弄不死你个小贱人。女生性子有点胆小，面对这样难听的骂声气得涨红了脸，不知道如何反驳，周围的人见到这一幕脸都吓白了，但徐月根本不知道她面前站着的女生是谁。就在女生快要哭出来的时候，我几步上前，抓着徐月的手重重往身后一甩，一个巴掌重重地落在了她的脸上，蠢货，还不下去。在徐月犯懵之际，我一脸歉意地朝女生弯腰道歉，实在抱歉，孟小姐，刚找回来的妹妹不懂事，我代她向你道歉，请你原谅。面前的女生姓孟，孟晴，是金圈孟家唯一的女孩，她上面有三个哥哥，个个把她护得跟眼珠子似的，但孟晴因为脸上那块天生的红斑胎记，从小深居简出，性格胆小，这次是她出席的为数不多的酒局，在场的人有大半都是为她来的，前世的徐月月也是因为她来的。但徐月月心高气傲，嫉妒孟晴长得丑还受家里宠爱，地位还比自己高，没少在背后诋毁她。徐月月在被我打了一巴掌后，原本还想辩驳，但在听说了孟晴的身份后，她也明白了过来，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不得了的人物，一张脸吓得惨白。孟晴显然被气得不轻，面对我的道歉移开视线不予理会。这时一道隐含着怒意的声音传来，她做错了事，你道什么歉？徐家是吧？今天你不给我妹妹跪下磕头，这事儿没完了。是孟怀，孟晴的三哥。话落，几个黑衣保镖上前，按着徐月月的肩膀，重重在她膝盖上踢了几下，咚的一声，膝盖骨头磕在地上的声音，听得我眼皮一跳，默默退到一旁，无视了徐月月求救的眼神。对不起，我啊。等被人按着脑袋重重磕在地板上时，徐月月才知道慌，但说出口的道歉已经晚了，回应她的只有众人的冷眼，好疼，姐，你救救我啊！徐月月再也受不了，哭喊了出来，丝丝血迹顺着地板流出。我满意的抬了抬眉，这才上前，孟小姐，你看，行了，停手吧。
孟怀微微抬手，按着徐日月的保镖松开，任由他像条丧家之犬般趴在地上喘气。孟怀上前，冷眼看着几近昏死过去的徐月月，告诉徐军，要是不会教女儿，那就别找回来，真是丢人现眼。等到看热闹的众人离去，救护车这才姗姗来迟，把已经昏死过去的徐月月抬上了担架。徐月月住院了，脑震荡。爸妈赶来的时候，我向他们说明了前因后果。听完后，他们一脸复杂的看着病房里的徐月月，终是无奈的叹了口气。你先好好照顾你妹妹，孟家那边我去赔礼道歉。说完，他们忧心忡忡的离开了。几天后，爸妈悻悻而归，集团还为此损失了一个大单子，是孟家给我们的警告。这些年，爸妈本本分分经营着集团，不攀附，不得罪，但现在骤然得罪了孟家，一时间墙倒众人推，所有人都恨不得离我们家远远的。但好在孟家适可而止，并没有再多追究，这才让爸妈松了口气，抽出时间来看望徐月月。病房里，徐月月被爸妈警告，削减了开支，此时她正不满的闹腾，我都这样了。你们不心疼我就算了，为什么还克扣我的零花钱？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的女儿？我爸被气得大怒，就因为你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才要管你。就是一时被钱迷花了眼，才变得愚不可及，到处得罪人。这段时间你多跟你姐姐好好学学，要是再这么下去，别怪我和你妈剔除你的继承人名额。此话一出，闹腾的徐月月这才不情不愿地安分了下来。或许是我爸的警告起了作用，距离开学的这段时间，徐月月倒是安分了许多，没再闹什么幺蛾子。我们就读的是京市有名的贵族高中，徐月月开学后便被安排在了与我同一个班。因为前段时间闹出的笑话，班上的人对徐月月的转学避之不及，就好像她是什么瘟疫，又或许是这群富二代们根本瞧不上她，一群趋炎附势的狗东西，他们有什么资格瞧不上我？课后，徐月月怒气冲冲地找我吐槽，我没有理会，眼神落在走廊的一道身影上。我笑了笑，朝那人招手，宋泱泱。话落，站在我身边的徐月月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下一秒，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整个人顿时僵在了原地。慧然小姐，有什么事吗？宋泱泱走了过来，随着她的靠近，徐月月颤抖得更厉害了。他勉强笑了笑问我，这人是谁呀？他呀，是我前段时间资助的一个女孩，她叫宋泱泱，她父母双亡，从小借住在大伯家，只可惜她大伯一家不幸葬身火海，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我说的一脸惋惜，徐月月却盯着宋泱泱恨不得盯出一个窟窿。忽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捂着肚子干呕两声，推开我猛地朝厕所冲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当然知道她想到了什么，和我上辈子被拐的经历一样，徐月月也被卖到了宋家。宋家世代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山村，思想固化，重男轻女，一连生了几个男孩都夭折，便听信神婆的话，买了一个女孩来保男胎，我便被卖到了他们家。刚开始他们还未生出儿子时对我还算不错，但随着儿子出生，一天天平安长大，宋家人便嫌弃我碍眼，在我长大后逼迫我出卖身体接客赚钱。很显然，徐月月也没逃过，但我比她幸运，遇上了宋泱泱，上辈子便是她帮我逃走，还帮我打听到了爸妈的消息，让我顺利回到家中。我是在一年前找上宋泱泱的，她在看到我这张和徐月月一模一样的脸时便反应过来了我的身份，但宋泱泱也憎恨徐月月，只因为在她帮助徐月月时，徐月月也是毫不犹豫把她推向了那群魔爪中，所以在我提出资助她上学，让她帮我对付徐月月时，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徐月月对于宋泱泱的到来显得尤为应激，几次三番劝说我放弃对她的资助，但都被我一一拒绝。我告诉她，在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好名声是尤为重要的，资助他人就能在社会上博得一个好名头，何乐而不为呢？眼见说不动我，徐月月转而把矛头对准宋泱泱。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在校外勾搭了不少混混，学着上辈子对付我的那套对付宋泱泱。贱人，从哪儿来给我滚回哪儿去！徐月月冷着脸一巴掌甩在宋泱泱脸上，自己主动去和徐慧然说，你自愿放弃读书。宋泱泱被人按着手脚动弹不得，被打得满脸鲜血，却语气坚决，我不会放弃读书的。徐月月，你徒有个徐家千金的名头，却依旧做着见不得人的事，你不恶心我还恶心呢。徐月月嗤笑道，怪就怪你不怕死地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小烂货，小时候的苦头是吃少了吗？宋泱泱闻言气得浑身发抖，看向徐月的眼里满是恨意，明明长得一模一样，有的人心地善良，有的人却心如蛇蝎。徐月月，你怎么不去死？宋泱泱是知道怎么刺激徐月月发疯的，一番话下来果然让他暴跳如雷，下手更狠了。我看着视频里挨打却一声不吭的宋泱泱，有些心疼的一开眼，这个提议是他提出来的。宋泱泱说，他要让徐月月一看到他就想起过去的噩梦，要激怒他，要留下证据，要揭穿他的真正面目，被万人唾弃。他比我想象的要恨徐月月。一连几天我都没看到宋泱泱来上学，徐月月倒是神清气爽的出现在我面前。姐，王少约我去赛车，你去吗？他打扮的靓丽，与刚回家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他倒是有点千金小姐的样子了，只不过举手投足间的礼仪教养仍旧看得让人眉头紧皱。这段时间徐月月和年级里那群最喜欢挑事的二代们混在了一起，还几次三番邀请我加入，见我又拒绝，他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说道，清高个什么劲，难怪他们都说你无趣。说完他穿着小短裙踩着小高跟和王少那群人离开了。就这样，徐月月自以为解决了宋泱泱这个隐患，玩得更加肆无忌惮。渐渐的，我看到他的身上多了些暧昧的痕迹，他自以为隐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被我找人暗中监视着。我的好妹妹，尽情享受你最后的快乐时光吧，因为你的噩梦就快来了，这天下了晚课。我特意叫上了徐月月回家，刚到校门口，忽然冲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伸手就想拉他的手。中年男人眼里满是兴奋，招弟，爹终于找到你了，可找得我好苦啊。面前的男人身形佝偻，半边脸上都是被火烧过的痕迹，身上还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徐月月被吓得愣在原地，任由男人拉扯，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尖叫着把人推开，神经病啊，我根本不认识你。说着他沉着一张脸拉着我往车里走，哪里来的狗东西，你们都是死的吗？徐月月对着门边的保安怒吼道。保安这才上前制止住了男人，上了车的徐月月仍旧惊魂未定，紧张到把手心都扣破了。我气定神闲地问道，那是谁，怎么会认识你？徐月月骂道，不知道哪里来的神经病认错了人。
你能别跟爸妈说吗？这段时间爸妈发现了他和王少那群人混在一起的消息，又痛骂了他一顿，言语间满是对他的失望和不耐烦，一如对当初的我一样。我笑了笑道，好啊，我很满意徐瑞的反应。那人是宋父，宋泱泱的大伯，也是徐瑞的买家，算是我和他的养父。宋父贪财好色，却又胆小，没死在那场火灾里，却也受了不大不小的伤。宋泱泱也是最近才找到他，原本爸妈是想要告宋家的，但他们人都死光了，便不了了之。现在宋父突然冒出来，按理说徐月月应该是高兴的，应该赶紧告诉爸妈，让他们收拾这个人渣，但他不敢，因为那场火是他放的，更因为宋父手里有他当年被迫接客的视频，一旦被爸妈知晓，这些事也瞒不住了。宋泱泱说，宋父锲而不舍的又去骚扰了徐月几次，不过这次徐月月倒是没再逃避，他沉着一张脸把人带去了隔壁学校的巷子里。你到底想干什么？信不信我让我爸妈收拾你？小贱种，你放火烧死了我全家，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还想收拾我？别忘了老子手里的东西，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这些千金小姐最在乎自己的名声了，我这些东西要是放出去了，够了！徐月月尖叫一声打断，你到底想要什么？那人嘿嘿一笑道，我要钱，很多钱，还要女人。徐月月掏出包里的现金扔在宋父身上，这些够了吧，拿着这些钱去找女人，要多少找多少。宋父没有捡钱，眼神猥琐的落在徐月月身上，仔细打量，倒是没想到我随手一买竟然买到了个千金小姐。高弟啊，要不你赔爹一碗呢？徐月月眼里的怒火快要压制不住，冷笑连连，劝你最好见好就收，否则啊。他话还没说完，宋父忽然被激怒，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直接把徐月月扇倒在地，嘴角流血。宋父抓起他的头发重重在地上磕了几下，徐月月再没有反抗的力气。贱货，老子是在通知你，你烧死了我老婆孩子，还想着几个钱就能打发我，门儿都没有。你要是不想被老子上，就去找几个千金过来。说完宋父犹觉不解气，抬脚往徐月月背上猛踹，听懂没？说话，宋父的暴力激起了徐月月噩梦般的回忆，他抱着头颤抖着求饶，知道了，我给你找。我姐姐怎么样？我姐姐比我好看，虽然长得跟我一样，但却是从小在我爸妈身边长大的千金小姐。宋父这才满意了，嘿嘿一笑，捡起钱扬长而去。转角的我目睹了全程，倒是有些期待徐月月会怎么设计我了。我这愚蠢的妹妹，小时候被保姆养坏了性格，又没有了前世金钱的粉饰，本性暴露无遗，丑恶的嘴脸真让人想吐。一个月后，是我和徐月的生日宴会，爸妈对此很是重视，因为这是时隔十多年来，我们姐妹二人又一次同时庆生。但是恐怕要让爸妈失望了。宋泱泱传来消息，宋父已经被悄悄送进了酒店，或许现在就在暗处等着徐月月把我送上门了。生日宴会请了不少圈里的少爷千金，有人虽然不喜欢徐月月，但基本都会看在爸妈和我的面子上出席。慧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呀！美女，这是礼物，天天开心。来往的朋友笑着把礼物送来，反观一旁的徐月月，只有王少那群人浩浩荡荡的前来，随手随了份礼物。姐姐，你朋友挺多啊。徐月月看到我身后堆积成山的礼物，极度的红了眼。我笑道，毕竟都是一个圈里的，打好关系总没错。蠢货，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到处得罪人，半点没有徐家人的自觉？在你沉迷玩乐的时间里，我忙着结交人脉，充实自己，学习如何管理公司。顺道，玩死你！宴会正式开始，我忙着和众人寒暄，徐月月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眼神在我的杯中打转。见她这样，我哪还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和面前的朋友说了声抱歉后，便放下酒杯朝卫生间走去。果不其然，在我离开之后，徐月月环顾四周，鬼鬼祟祟地在杯中撒些东西。十分钟后，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常回了大厅。当着徐月月的面喝下了那杯酒，触及到她狂热的眼神后，我装作晕乎地坐在了不远处的沙发上。不一会儿，徐月月靠了过来，她轻声问我：“姐，你没事吧？我扶你去酒店房间怎么样？”我笑了笑说，好啊，麻烦妹妹了。我的酒店房间在13楼，可徐月月却按了15楼，这是迫不及待的想送我入狼口了。电梯里，我几近昏迷的半靠在徐月月身上，听着她仿佛自我安慰般的呢喃，你别怪我，你已经享受了10年的荣华富贵了，也该受点苦了，就睡一次而已，又不会怎么样，到时候你还是徐家大小姐，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傻东西，我要是出了事，她以为凭她那个脑子能接得住徐家的家业吗？电梯缓缓上升，随着叮的一声响起，我毫不犹豫掏出藏在裙子里的东西，狠狠往徐月月手臂上扎去。一眨眼的时间，徐月的身体便软了下来。我适时清醒过来，将人扶住，抬头看了眼监控，示意那头的宋泱泱动作。随着电梯门打开，我拖着徐月月到了走廊，掏出她的手机解锁，给宋父发了个消息。与此同时，看到了转角走来的王少一行人，反应过来后，我赶紧朝面前的房间躲去，隔着猫眼看到了宋父佝偻的身影。他们和王少发生了争执，随后几人像是达成了什么协议，抱着徐月月进了房间。算算时间，药效也该发作了。换了身衣服回到大厅，众人还未散去，正有说有笑的玩着游戏，我笑着加入了他们。两个小时后，一阵骚动传来，抬眼看去，门口站了几个警察，正在和酒店管理人员交涉。有人不明所以，这是怎么了？警察怎么来了？有知情者回道，听说是闹出了人命，15楼走廊上一滩血。我淡定地喝着酒，慢慢欣赏着面前的闹剧。很快，状若疯癫的徐月月被压了下来，爸妈脸色猛然一变，上前交涉，却得知徐月月便是其中的主角之一。爸妈跟着警察回了警局，宴会由我主持，不慌不忙的结束。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他们想要强迫我，我才反抗的，我不是故意的。爸妈，你们救救我，我没有想杀人的，我就捅了一下那个人渣。审讯室里，徐月哭喊着，痛苦的捂着脑袋胡言乱语着。我所用的药物是徐月月经常和王少他们出去玩的东西，对他来说不算陌生。他之所以会发疯应激，多半是宋父的出现刺激到了他。听爸妈说，他慌乱中刺伤了王少几人，捅死了宋父。就在爸妈和律师交涉时，网上忽然曝光出一则有关校园霸凌的
帖子，矛头直指徐月月。在网友们的群情激愤中，帖子很快被顶上了热搜。井号徐家双胞胎妹妹井号井号徐家二小姐霸凌井号井号千金小姐霸凌穷苦学生井号一系列有关徐月月霸凌的词条被推上热搜。徐氏集团面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关危机。偏偏这时徐月月还因为命案进了局子，被有心网友发现后更是一顿输出。这叫什么千金小姐呀？不如叫蛇蝎女王吧，这么会玩，这下把自己玩死了吧。那个被资助的女孩做错了什么？竟然无端被人狂扇几十个巴掌，还是人吗？仗着自己有钱就为所欲为是吧？有钱人的世界都这么可怕吗？家里爸妈因为徐月月和公司的事忙得焦头烂额，半夜总算有了喘息时间。我爸一脸痛苦地捂着脸，这孩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造孽啊造孽。月月被找回后，我们给了她最大限度的宠爱，她怎么就不能像她姐姐一样懂事呢？我妈连连叹气，我上前安抚道，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了，月月自己做错了事就该付出代价，更何况她已经成年了，也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了。我妈紧紧握住我的手叹息，好孩子，还好还有你在，你妹妹。哎，爸妈，为了集团的利益你们必须做出取舍了。我提醒道，集团的股价一跌再跌，徐月月对集团的影响太大了。话音落地，爸妈皆是陷入沉默。好半晌，我爸才起身对我说，那个孩子你去处理吧，尽量别再让他闹起来。我妈也站起身扶着我爸朝楼上走去。由我接手一切后，集团迅速在网上发布道歉声明，做慈善捐款，尽可能挽回声誉。同时爸妈还 PO 出了一份断亲书，表示已经18岁的徐月月不再和徐家有任何关系，而法律也给了徐月月应有的惩罚。一年后，我去探望监狱里的徐月月，她穿着统一的蓝白制服，脸色发黄，双目无神。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双眼里忽然迸发出滔天的恨意，她不顾一切的冲向我，却被狱警按住。透过传音器，我听见了她野兽般嘶吼的骂声，徐慧然，你个贱人，你敢弄我，等我出去搞不死你。贱货，我杀了你，我一定会杀了你，我上辈子怎么没把你挫骨扬灰呢？既然还能让你回来，我能弄死你一次，我就有办法弄死你第二次。放开我，都是他搞的鬼，你们去抓他呀。徐月月哭喊着，一双突出的眼珠死死瞪着我，额头青筋暴起，骂到声音嘶哑，最后却只能被狱警拖走。哦，原来他也重生了呀，只是不巧重生在了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看来老天爷还是公平的，这种看着徐月月如笼中困兽被困地狱的感觉可真爽啊，他觉醒的时机正好呢。